我想最好的哈，就是年轻人的教会，他会去一个教会是喜欢那个牧师呢，当然是除了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 dynamic 的，或者是他的这一个他讲的好，但是呢，很重要的就是，一旦回到实体的时候是，young people go back to church or attend church，是 with their friends，他是跟朋友去的。然后牧师讲道在讲什么？在讲的好不好？我们做大人的第一个是很难来做决定，然后你喜欢的，我喜欢的，这个孩子他们不一定是。然后我们认为这个在讲的太浅，都是生活化，都讲故事，但是年轻人很喜欢啊，这个是。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他的朋友在哪里啊？这个是很重要，这个是这样，疫情迟早会过去，要恢复的时候，我不想的就是说，他就我喜欢在这个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的一个牧师，然后他是谁谁谁，然后他一下，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一个这个 body of fellowship，因为他有一个团契啊，那这个牧师的好坏，其实讲道的好坏并不是那个最重要。而是他的朋友，那所以这个所以但是那你可以跟他谈一谈，他可以挑选，其实你网上现在 YouTube 你真的是没有错哈，你星期天早上你有许多的选择，所以你也可以跟他来沟通，他喜欢的是哪一类，而这个。这个好像在吃这个西餐的，他喜欢吃披萨，你如果要强迫他要吃粽子的话，那个不太一样哈。这个好，我盼望他一定得到有没有得者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你也听听看他为什么喜欢这个牧师，那也能够改变你我的观念啊。这个